那你靠报随时点一下串流。好，来为您介绍一下这游戏。你现在手上拿的小枪是无限子弹。对，我等一下要听到自己的声音，白痴哦。对，我等一下小枪可以拿两把了，看你要不要拿。啊？没有，是有雙小枪可以拿双枪啊，双枪啊。哦哦哦，你想害他哦？嗯嗯。啊、哦，死神呢？拜拜。对。然后要跟你讲，就是像你看到这些斧头啊，跟那个撬棍这种近战武器，嗯、会取代你的小枪、嗯。嗯。对。对，就是你可以，要么就是全都用近战，然后要么就是用小枪，好吗？我要当死神。好，那再来就是你可能会中途也会换到那种大枪，大枪就是一样，哎、欸，就大枪就大枪，它会有个主武器、副武器，啊，副武器你可以选近战或者是小枪。那我刚才讲了，如果你在换子弹的时候怪来咬你的话，你就是推开它，推开它就好了。那有没有看到红色的是补包？哎，怎么拿？算你一吗？拿它。哎，我才拿，哎，我刚没拿。你是谁啊？番茄你没拿啦，白痴哦。我没拿，我在帮他打残血啊，那教一下怎么治疗。不用残啊，白痴，等下就会用到了。爸，我跟你讲，他补自己就你，那你要打也是打，那你不是打他吧？你好意思叫我们队长帮我们补血吗、啊？我们那个什么，我们那个难度是什么啊？这个一般啊，一般走了啦，一般。好好，那你滚一下滚轮，你滚到补包，有没有？嗯。来看他，对着他左键吗？右键，右键哦。哎，他不给补了耶。哦，对你来说应该是左键啊。对你来说应该是主键，左键啊。来，好，摸一下。不给补哎。可以啊，按住啊。你不要怕。有吧。哎、欸，松开，不要浪费哦。有。哎、欸，姐姐不给他用。姐姐网路炸了。但他中途会抢试试看，爸，go， 你已经开了，开路啊！等一下，我要我是死神，杀！哦，难度是简单啊，所以打同队的话不会比较不会痛啊，还是会痛，好不好？还是会损血的。Reloading。What the hell is that noise？ 啊？欸、姐姐，如果你死掉的话，要抬头、哦。要抬头。对。还有会补血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charge。哎、欸，你看，来，看猴子，你看他被打有没有？他、啊、没了，可恶。来看猴子。对啊，就是会有毁灭拳王。哎、欸，junkie。你看，这个。哎，死了，可恶。就是这边我有叫做特殊感染者。嗯。他们就不是僵尸，他们比如像是英雄那种。好吗？他们会有能力。Oh. 那，有点难解释哎、欸。就是有一些特别的吗？对，他就是有，像有人会把你铺在地上，按在地上，然后有的会把你撞在墙上，还、有的会把你带到小房间，有的会把你那个捆绑 play。把你拖到旁边，对，好。那有人会吐你，有那个，来，你看，特殊感染者，看那边，看那边，哪里？哪里？看那边，看那边，还有一只，看到了，他死了，来，有没有这个？跳过来，对，地洞有没有？他就这个是地洞有没有？会把你铺在地上的，
啊，还有会把你那个撞在墙上的。刚一个胖胖，他是苦力怕。嗯，这个、啊、这一团，这团肉。哇，这一坨，对，那他爆的话，你会看不见，然后你身上会发出很香的味道，吸引那僵尸。往里面走吧。哦，番茄带队哦，哎，番茄带路。有救命！你看，毁灭拳王，快逃！怎么样？插着。番茄，你那个角色本来就是跛脚的吗？没有啊，你看他左下角，他的血条他快死了，他就不补啊。哦。我还想说，你的角色本来就是跛脚还是怎么样？可以把他打残哦，快点！打残就可以让我回血哦。我身上现在是我。不是叫你们真的打残，打死我好吗？有桥壁。你们怎么过去的？外面哦。走外面啊！哦，走，这个小心不要掉下去哦。啊，这个只能复活三次。好。那、啊、你完全死掉后，你可能会在那个中间的小房间里面找到你。哦，拿胆汁，我为什么要啊？什么东西？他说的胆汁是一罐绿绿的，很像可乐的东西，没有了。哦，绿绿的一罐药，你丢在目标身上。然后那些僵尸都会攻击那个目标。哦、oh, ，你有看过香水吗？看过。对，你就是等于是把香水淋在那个目标身上，然后他们就一窝蜂冲过去泼他。你怎么了？看他死了，笑他。有加皮啊，那个加皮在外面哦。哎、后面。啊，是哎呀，番茄，哎，番茄被抓去捆绑了。没有看到，可恶！我是亲队友哎，我被抓了、你要不要当元帅？哦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！哇塞，我想说你要当元帅，不是看我，看我进我！对不起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怎么走？走外面吗？外面，外面，走我这。啊？不是吗？这里啦。嗯，是你那。我先。我、那把有个那把很痛，但是有个缺点就是，它要电池。往前往前往前走往前走，往前走往前走，你不用怕你不用怕，你是拦路猪往前，你是猪。哎、对。你才猪。哎呦，好血腥哦。啊！不要狙我。你刚冲我前面。哎、不对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们走回头路了。对对，番茄。抱歉，抱歉，走番茄刚刚的路。没事，我知道。我一直安妮，走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天哪！老婆，等一下啦，有人想砍我。哎，有人给我止痛药哎。哎呀，你要不要用补包啦？先让我再死个一次吧。哦，你是这样子玩的。嗯，对啊，我、快死了，要求。很像选手。真没有？哦，大枪不是在这边拿、痛药！我的锯子没了，没电了，对吧？哦，来吧，这里电梯。对，僵尸桥段都需要有的电梯。我会打困难，先让他练呐、他还不熟，打什么困难？我
call me Ellis. I run an auto shop with a couple of my buddies. We're also in a band. I play bass. 我记得这边出去地下就有一把大的枪可以捡。哦，你好，还记得哎？你拿，你拿。但我是跟 Annie 说啊。那我们逃脱。他们来了。小小小小小克，看，不吗？附在繁星身上。有没有？我现在就是大家眼中最亮的那颗星。哎、欸，所以刚刚库门胆汁是谁丢的？胆汁没有啊，他爆了、啊。哦，是那个、哦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走了，走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这里。刚刚你只带你一次哦，后面就换你带了哦。你说我、啊？对啊。不可能。我不可能。我路痴哎、欸。所以你要逃出去吗？所以你要，你又要自己玩偷玩有没有？玩到变很强，拿来带我们。对啊，下次玩就要带我们了。啊，不好意思。你啊、番茄。嗯？怎么了？你在带什么路？那、嗯、这里啊。呜！啊啊！哎、欸，他刚不在骑你吗？没有啊，另外四把。他这边骑你耶。这刺激了！哎哎哎哎！不好意思，这东西，啊、这个东西叫安全门。嗯，对。现在就是，哎、欸，无敌。然后后面结算可以看到，就谁杀最多啊？还有这种，有没有打队友之类的？嗯、有啊有啊有啊！有误伤队友，完蛋了。嗯、啊，你是不是忘记跟他讲女巫那一只啊？我枪不拿，不是啊，他就说要给安妮拿我女巫那一只，女巫那只要跟他说、哦嗯，还是让他自己玩？不，他要怎么自己玩？拿从左右找他。没有，就是你说那个在哭的那个女的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知道？你知道？你知道我玩游戏会做一下功课，但只做到这边而已。哦，哦那够了、啊，你到这边就够了。好。哦，刚刚有人说叫我自己去试一下，谁？谁？谁？有吗？嗯？你带队啊 ！Go go go go！我拿散弹枪哦，是单发吗？干谁是射我？蜜雪儿，他们叫罗雪儿。你看我这个名字，我改成不小心，对不对？不小心保护了胖丁。这个名字叫做“繁星使用卫生棉”，啊，就是保护了，保护了谁？有没有？繁星使用卫生棉保护了谁？我怎么看到你是粘到僵尸的头上？对，给你啊！刚跳了一下，好像跳到他头上。有没有这个吐痰的？小心，很毒很毒。劳工的大，小心。劳工的大。哎、欸，你这边有链锯，你的。我安妮，你残了，你要不要补个血？左键补自己，哎、欸。我可以开禁吗？还是不行？不行，这游戏没开禁。只有狙击枪。狙击有，狙击枪按中键吧。连发的，我的 mod 坏了，我的没有啊，我 mod 坏了，我没有用 mod 坏掉 mod 啊，你让他看你，
哦，抱歉，我看到他有点怕。不要！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我看到你很想射耶，好奇怪哦。奇怪，这只哎，布木好奇怪，怎么射不死？我看起来怕。嗯，可以装队友的啊，有个队友就是这样子的 mode 啊。你刚刚是不是叫到肖应？谁？安妮。他干嘛叫吗？他有叫一下，我有听到肖应的声音。拜拜！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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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被带走？他被带走，他被带走了。你要去哪里？协助你站起来。我教你哦，你可以按一，到松开，按一，松开，按一，松开。他会跳舞，能摸他吗？但我没有电了。他跳，他会跳舞，他一直帮我用。好，我先把他打死。好，谢谢，谢谢罗雪。内鬼，内鬼罗雪。啊，你亲他哎、欸這個！天啊，没有。这把是艾影的枪。我冲锋枪最爱这一把、欸。有残血吗？拿了吗？我拿了、啊。Man, this place is quieter than a graveyard.很久没玩了。哦，榴弹发射器，有人玩吗？这边会有啊。这里啊，有发射器。榴弹，但是那个是那叫做队友发射器，他打队友用的。你确定要我拿吗？我等下拿来炸你哦。没有啊，看你要不要，不要好了。好啊，看你要不要。那有什么问题？哦，然后这个游戏还有金狮子。金狮子。嗯，有只怪会举车子，然后砍人，会砍人啊，撞人。哎、欸，不是我杀的喽，这是。没事啊。哎、欸、哎，等、欸、下，等我走，等我走。哎、欸，番茄，嗨。你们怎么过去的？嗯，不好意思，救个命。你们怎么过去的、啊？我就在这里啊！不是你在哪里？哦哦哦，对。没有他那边很少人，刚玩的时候不知道要从那边爬上來。我就站在楼梯旁边等他，他一直说我怎么过去的。我不是番茄，好不好？我一直都在等你。什么意思？欸、你们要等他，你说嘛。好等，陪、欸、你等你。你干嘛？蓝珠珠开大？不是你在干嘛？你那个有电，你那个有电，你那个有电。啊、哦，有电队友。怎么想电队友？哈哈哈！哎、欸，来来来来，你这边。你。很开心。安妮，回来。感谢欢迎订阅。安妮。等一下。你现在凶我吗？你等下被抓走怎么办？不会啊，据报他们，你等下就没了，跟你讲。啊，我射到人了，抱歉。安妮，快点，拳王来了，拳王来了，你上不来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你上不来了，安妮。那我去试一试，我还有很多电呢。死了不会复活在这里啊？那你真的上不去吗？上不来啊，不是很多。就是下去就上不来的地方，才叫你过来过来。没有了。哎、欸，巨爽爽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！你看那个喷。哦，他这样喷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鼓励怕喷。我好绿啊、哦！对对，你最爱的颜色。胆汁会引来一群僵尸哦，所以僵尸现在都会打我，我身上有多胆汁。你现在就是身上有香水的味道。我刚是讲你这个啊，就是那个胖胖，他会喷你这个东西。滚啦！啊，对不起。有没有？他会喷你。这只就你过来，你过来看前面爬上去那个胖子有没有？啊、哦，看到了。嗯。对你打他的，他会靠近玩家，啊，这时候你不能先射，你射的话爆炸，他会粘在你身上。你要先推他一下，马上跑离他，射死他。哦。对。汽油弹。你可以射他。别打！太近了！太近！
太近了啦！会计烧伤，我就是太近了。啊，这个也可以啊，来来来，来这。哎、欸。然后僵尸经过，玩家经过都会烧。哦。啊！快走！烫地上烫，烫地上烫，啊！你地上很烫。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谁啦？你求我，我补你好不好？哈，撞不到，哈，笑你，哈，不笑我。哎、欸，不是 NPC 会补人的吗？他身上没补包啊。他刚帮我补了、啊。哦，可以看到队友身上有什么哎、欸。对啊，所以我刚叫你回来，回来，你身上有些东西没带。他有投植物跟那个医疗的东西，都是选一个。啊，因为你刚刚。喂。你刚刚身上就是医疗东西没有，我想说叫你回来拿，你说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吵，欸、我想，哎、欸，你可以拿、這個，哇，你就这样凶我，啊，这个东西叫感应，那个有拍怕这样子，它就是丢出去会哔哔哔哔哔，然后会吸引僵尸，然后几秒钟后就炸了，我懂了。好多声音哦，他们在下面哎！跑跑跑跑跑跑跑！他们跑了吗？跑跑跑！拳王来了，拳王来了！拳王来了！哇，后面好多人！修修修！然后这个游戏很好玩，就是有些僵尸会有穿特别的衣服。这样，其中有僵尸，有一个僵尸他会穿那个警察的衣服，哦，然后这个就是他有防弹，防弹哦，防弹背心。啊，这边也换枪，奋斗大枪，这边可以换你喜欢的枪。哇，天哪！什么比较好用啊？看你喜欢哪个啊？哇、哦，这很酷了！哦天哪，这上膛速度太慢了，怎么丢出去啊？你就换一把，你就换，直接换，原地换一把。我比较喜欢冲锋枪，哎，这都是步枪，是不是？嗯，冲锋枪在柜子里，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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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里。嘿。然后你可以点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帮你装瞄准镜，会比较准一点。哎呀，对不起。哎，你有字幕吗？有啊，字幕是什么？这个有剧情的、啊，这是有剧情。他没有在讲剧情哎、欸。有、啊，我还没按呢、啊。等一下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你靠近这边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选一下我的冲锋枪。你看，他生气了，都你，番茄。催人家快，女生在挑东西，闭嘴好不好？好的，我在旁边等你。哎、欸，这三把有不一样吗？还是一样的？东西？这三把冲锋枪是一样的吗？右边这三把一样啊，中间两把一样啊，左边三把一样啊。这样你觉得有一个比较顺是不是？那它是命中注定冲锋枪啊，你就用它。哎、欸，然后。哎、欸，你没有拿那个医药包，这边有一个。哎、欸，后面这里，这里。来了来了。哎、欸，好了 ，I'm ready。哦，有 AK 耶啊！换啊！心动。啊，走吧走吧走吧，我要冲锋枪。给你按。什么？你是不是想害我？没有啦，不会啦，剧情而已啦。来来翻译。哦，可以喷漆哦。可以呀。以前剧情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很久没玩了。最后一次开游戏是2022年。好久哦。三年没玩了哎、欸，就2022年底。2020不一样的、欸，他不是叫我们要拿着可乐上去的吗？是啊，是要可乐啊，没有，不是这边、欸，这边还不是。哦，这里才是哦。
欸，然后我们这边剧情是我们要去帮这个宅男，他想要喝可乐，然后去那个超市拿可乐给他。你啦，你爱喝可乐啦，走啊，去拿可乐啦。我知道你冰箱很多可乐啊。我去安妮家拿可乐喽，靠呀！开启店门。可是开门会有叮叮叮叮叮的声音哦。赶快拿，赶快拿！直接冲到这面。好好，这是拿可乐，真的是拿可乐。对，你要拿还我拿，你骗我。你拿，你拿，你拿。那你要掩，那就是要掩护我，你要掩护我。好，走走走走。好好好。走走走走走。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。哎哎哎哎！帮我打，帮我打。叫你帮我打，不是叫你打我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！哇，那个跑酷大师等我们一下。繁星，繁星，繁星，你在哪里？叫你们保护我啊！怎么人？没有啦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等一下，下一次玩换你送可乐哦，好不好？好。你这怎么跑了？天哪！他跳车子上来的，直接走捷径。看我记录的。欸，你后面那个，哎，完了。然后我们在楼上，我们在楼上，等我，等我。我等不及了，我等不及了，失误。完了。声音好像晴雨差那么多，不好意思，差很多哎、欸。你有听过晴雨叫做闭嘴吗？闭嘴，等一下啦，我在杀僵尸啦。你来，下来。说谁？说我声音像青玉？不然我还是番茄。好，我要拿出，我要拿出我观众一直吵吵闹闹的功了。啊 ，biu biu biu， 要重新来一次吗？好啊。不是不是，你怎么你送到了已经可能？送完了、啊。不是好，我现在。你刚不是被东西擒？好好，没有，我刚是被东西拉，我被捆绑。刚刚流程就是我们刚刚不是那个枪店老板，嗯，啊，我们他想喝可乐，然后刚刚就是我们要那个去超市拿可乐给他，所以我们要先去超商，然后拿完可乐之后，铃会响嘛，对不对？嗯，然后铃会响，所以我们要在那个会吸引僵尸，所以我们要赶快拿完就跑，哎，喷喷喷喷喷，嘟嘟，嘿嘿嘿。Peter， 对，是 Peter。我们都说哥哥，吐痰吐痰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其实这关很短呐、啊，比较麻烦就是、欸、有那个女巫。这游戏都有、欸、你有没有看到左边那个在哭的？左边。你有没有叫手电筒先关掉？哦，看到了。啊，手电筒怎么关 ？F 吗？F 哦，对对 ，F 啦。好，就关手电筒从他旁边走过去就好了，不要吓到他啦。还有一个胖子，一个胖子，一个胖子，怎么办？射他。没有，我来。哎，不见了。他躲在车后面，我看到他还在，还在，还在。走。这个哭的，他是只怕灯吗？还是声音也不行？我记得是声音也不行，声音不行啊！你就是不是你在旁边开没关系，不要在他旁边开就好。哎、欸，喷毒的哦，喷毒的哦，前面哦。我开什么东西打我？不能，那个女人不见了。在啊，还在啊。你要吗？我帮你叫她回来。啊，没子弹了，宝贝。哦。这不是斗阵，省一点子弹啊，所以才会说，那你就换小枪。换了换了。哦，太靠近也会越来越暴躁。某些车子触发警铃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不要射车哦，那个车子会有那个亮一亮的，真的前面那个小黄，像这个。小黄。你走没有？可恶！哦哦哦啊啊啊！有人骑我，快！走开，弟兄！哎呦，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救命！
那个班级，啊，你像这样子，你不要秀他，你不要救他，我要救的，他是我要救的，射死你！哎呀，安全死！哎，可怕哎！好难受，受不了，给你，可以吗？哎，先不要关门哦。嗯，刚刚就是像这样子。你看那边，那边，看他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是这样子啊，玩家倒地啊，这样就是这样就是一下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他刚刚阻止我这样子玩你，你活该被玩了吧？走吧，打车子没有用，好吧？不用，吓死我！我刚刚要关门的时候，刚好有一个 charge 从我这边飞奔过来，撞到安全门，吓死我了。美腿对不对？腿很美吧？然后现在就是赶快用你身上的补包补自己，然后拿赶快拿新的。然后。吃饱比较好了。耶！我这把，哇，这把，嗯，超强的散弹枪，要当单手死神啊 ！Annie， 你没有开麦？打狗吧！哦，白痴，对不起，没有没有，忘记开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没有，走吧。走啊。然后这款游戏它有个，如果你真的找不到路的话，它其实跟着亮的地方走就好，路灯啊、车灯那些都可以。它其实有这个设计，有这个设计在。所以下次你带路的话，就给你跟着路灯走。啊，就是不要往黑的那边走，通常是错的，是吧？对，你有看到这边有个灯在亮，它在提醒。对，看到了。对对对。走吧。你们那都是有皮肤模组的，是不是？我也想要。没有、啊，我刚全。啊，全刚刚哦，可以啊，反正你就去找。但很热门，就也有慈悲的模组啊。那时候我们一大堆都装慈悲模组，结果嘞。嗯，队友在旁边射，他翅膀挡到我射不到，我说干，给我关掉。我真的很气哦，那时候就是我们那群玩斗阵的，也喜欢玩这个，就是枪械类都喜欢玩。嗯。那结果就是，哎、欸、，take， 哎、欸，来金狮子来了。哪里？喂！哇！他找我，没死哦。射！他们为什么一直在着火啊？因为我刚刚在下面丢火啊。正骑着蜜雪儿。刚刚就是我直接丢那个啊，燃烧弹。哦。对啊 ，tank 不好打，但是就是他持续烧伤，其实伤害就很够了。而且简单模式啊，用烧的也很快死。走下去，应该下去吧。下去啊！走啊！我怎么被锤死？简单模式而已，但快死了啦！我以为我会死。啊，还好安妮保护我。啊！丢错了！快跑！有没有？这边。走了！蹦。感谢月雪两个月，感谢订阅。我想说怎么那么爱我手电筒没开？啊，对耶。哎。哎，肾上腺素跟脂，哦，拿脂肪药。
步枪的子弹好少、哦。还好哎、欸，你是不是都压到底呀、啊？这是考验准度的了哦，不能怪子弹少哦。啊，你走反了，有没有？这边就亮亮的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嗯，是这里吗？你们两个去哪里？哦，我捡个枪，我枪没子弹了。嗯 ，reloading。然后这边可以开始搜刮物资了，打宝靠捡，元宝游戏，电击器啊，这个将死去的玩家复活。对对对，就是可以把你死了可以复活你。哦，是死透了啦，死透可以把你拉回来。哎呦！不要玩！不要不要不要！你不要以为说旁边没有沾到，好不好？他这是很早以前的作品了，好不好？物理判定没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？你有看我贴边边走是不是？对啊。那我刚刚讲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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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要想一下，这个游戏很久了，但它就是很经典。2009年的游戏。对啊。很经典。看，谁给我偷关门？是我最开心的那一个。我要去女厕。有时候你可以在小便斗上捡到东西哦。肾结石。这边是女厕，这边是女厕，来来来。所以这边男厕，男厕有炸弹哦。好好暗哦。看马桶里面有东西，然后它其实还有个模式叫真实模式，就是不会显示，不会显示那些东西发光，你要靠近队友的，把队友啊或是物品哦。我想说，我闪过第一次了，哎。开门喽！开门喽！你们看到那个警报，我们要去三楼。我们要走啊！前面！哎，这时候有那个哔哔哔哔哔的那个嘛，骨质炸弹，嗯，就可以拿来用了。不好意思，怎么上去？我真的忘记怎么走了耶！感觉不是走这呢，番茄。来个出力的！这里，二楼，可是我前面丢了一个东西了。一个那边，你丢什么？骨质炸弹啊，这哔哔叫的，新僵尸来了！天哪！哎 ，Hello， 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让我吃个药，谢谢。哇，好多哦！天哪！对啊，就是一款游戏叫。有个游戏叫 B4B， 那款游戏就是怪僵尸更多，所以打起来会特别有爽感。不好意思，队友，可以等我一下吗？我啊，不是，我一直有在等你。走开啦！我还可以打人呢、欸，天哪！对啊。来了啦，姐姐！好玩吗，姐姐？不能射我！姐姐越来越皮了哦。姐姐这边有个急救包可以拿呢，姐姐。不是你不回来陪他，不救他，你跑到前面去。啊就是、你怎么这么野、啊？我先把警报关掉，不会有僵尸哦。哎、欸、啊！你怎么不回来救人家？你还继续往前走？那我听你解释。来，好。我刚被劝局。你劝局是谁？劝局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叫谁？被劝什么？总是劝局。我刚才打这只啊。哎，忘记他叫什么？劝局啦。趴着劝局。
那就他啊。哎、欸，给我，没事。阿妹头。有 Jacky， 有 Jacky 的声音。B4B 改烂，对啊，哎、欸、，B4B 那时候我就进账太强了啦。谢谢罗雪儿，虽然你不是蜜雪儿。哎、欸，哎，怎么没有死？你又杀了倩姬。下去。好笑、喔，你们俩都跛脚哎。来，你走前面，你走前面。有医药包。拿补包补你，你在讲我们说两个很好笑。要不要加入我们跛脚帮？啊！我的腰包，怎么你的包、啊？真的还有？啊，我帮你打残，你就可以用了。不用，谢谢。应该是要把一个人打死，就可以把我电活了。那我要将那个丢掉了。丢的。我刚刚哎，你刚刚不是有拿吗？啊，我拿了。对，我说啊，很已经丢掉很久了。你可以看到我后备箱放了什么，是不是？可以啊，血条上面都有写啊。嗯。血条上面哦，你怎么了？你哦哇哇哇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他的舌头吗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啊、那是舌头啊。Ew。被捆绑的啊。哎、欸，换我了，白痴哦、喔，白痴哦、喔，白痴哦、喔。这是舌头吗？推他推，右键安妮。啊、你那个可以推队，嗯，好，现在叫你推就好了，是吗？不用打推队友，对吧？可以打哦，推你哦，对，就断了，或是你有办法射舌头射得很准也可以。射舌头是射掉那根舌头，还是射那个东西？射舌头啊！你干嘛射舌头？你不下来救我，在这边，我在这边看着你们帮对，看着我们嘛，看嘛，痛！999安全死，耶、yeah。Close that door. It don't look good. He 这个数字什么意思啊？哪个数字？应该每个人看的不一样。哦。对，这边像是 tank 的伤造成伤害。不对，你看，其实烧伤也很痛啊。直接哪打内战呢、啊？我们后面都不怕，就是队友那个对手，因为是内战嘛。啊，有时候比如说我会玩到 tank， 我去攻击你，但是有时候会玩的就已经知道，就是用火去烧 tank 还没到的时候，我们其实血差不多了。tank 还没到，他血已经差不多了啦。嗯，是哪边啊？哪边？你猜啊？门打得开的那一边。I'm here.拿补包啦，罗雪。他要不拿、欸、好奇怪。那我拿、喔，我自己吃。我的是什么枪啊？哪一个？我看。你按中键看看。这是我刚丢的那把吧？也不是。可以吗？中键可以按吗？有。有变大。那尊心啊，你要用那一把吗？你被围的话，你会很痛苦。嗯。那要不要？这边建议拿。拿最下面最前靠近桌，你最靠近的那一把，对对对，这把这把，对对对，它是散弹，很痛的散弹。你可以试射啊，你试试啊，这边有子弹可以拿、啊。不是射我，我叫你试射，你慢慢靠近，我什么意思？这是哪边啊？就试射的话，它这边有子弹堆，是不是？有喷子吗？哦，啊，懂了，走吧。厕所。
那个要很近是不是啊？还是不会？不用啊，其实不用很近。他放稳，打到身体，他理论上都是。男厕所。哦。有没有？哦。有没有？然后这一关最难就是这边了。哪边？就这里，就这张地图。这张地图是我们等一下要拿汽油去到下面的一辆展示车。那汽油的话会分别在一楼、二楼、三楼都有。那为什么很难？是因为我们射到汽油，汽油会烧起，那个就是会炸掉，然后烧起来。啊，如果你是射到车子附近，因为车子附近可能有僵尸，啊，你射车子附近的汽油桶，可能把所有的汽油桶都烧弄到烧起来。啊，考验准度啦，好吧。我看到那台展示车。展示车看到了，对，就是那个啊，攻略的方法就是每就是把其实可以把每一层的那个汽油往下丢，嗯，往下丢，然后我们再集中的倒，那再就是保护倒油的人，因为倒油就是会有个那个箱子，你们看到每一层汽油桶亮亮的发光的都是汽油桶哦，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以前玩是二二啦，看要不要我们就四个一起走。四个一起走吧，那个螺旋不知道会跟谁一起走。跟我啊，啊你是房主吗？对啊，我觉得四个一起走会比较好点。有啊，啊，我然后丢是哪个键？我忘记了。丢啊？键吗？丢啊。丢是左键，那我看看、喔。右键。哎、欸，左键哎、欸，对耶、欸。哦，左键啊。那我们先去哪里？走啊走啊走啊！突然变第三声，天哪！哎、欸，一楼的不用拿，走去二楼。哦，好。他很白痴、嗯，这条楼梯可以到三楼、嗯。嗯。另外一条楼梯不能。什么声音？这头没有丢下去，掉下去太远。来，安妮，去走这。哦，走走走，他们有人在撞门呢、欸。你后面，你后面。谁？我后面。你？有我在射啊，我在看。那这边是二楼的，这边就没了，所以我要去另外一边。好。哎、欸，不要想直接跳下去哦。他知道啊，他刚刚已经攀岩过了。嗯。走走走。哪边？哪边？往下走，往下走，要下去了。对，我们要去另外一边，那顺便帮忙拿过去。哦，先丢下来，然后懂了，懂了。对，要不要先直接倒？直接倒？可以啊，不然等下爆掉。什么声音？那个结束的一个，就队友倒下的声音，懂了吗？哎、欸，怎么用啊？我把它丢在那边了。按一，按一，按一。按左键对这个孔，对这个孔。哦，左键哦，抱歉。啊，对着这个孔。对，现在简单呐、啊，会比较怪怪，比较不会痛。然后如果你没子弹，你这边我这边有那个子弹。你在哪里哈？这里这边可以拿。有有有。去三楼吗？然后等。呜 ，Jockey。哎、欸、他，哎、欸、这。Hunter。走走走，然后三楼。你们两个为什么拿砍刀啊？因为就是怕打到那个啊，打到汽油烧起来，人家全部都要重拿了哎、欸。而且其实对围殴的话，砍刀会比较好。对，脱困。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把汽油全部集中在一块吗？哎、欸，等等等等等。哦。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我的汽油，你切完就掉了，掉了。对，你切完就会掉了。Tank 吧，Tank 吧，这是 Tank 吧？还是在丢我？我的画面好抖哦。哎、欸，这样，这样你会被打下去。哇！哇！这么凶的吗？天哪！进去。我先治疗一下、啊。嗯，这边怎么上去？
惯了。一二三四，都在下面，都在下面，都在下面。快走！你在催我吗？这都是催你。你中，你中，你中！我去拿那个。Tank 只出现一只是不是？嗯，我觉得它出现有点快、欸。你解释啊？因为照理说刚刚哎好像差不多都。胖丁，现在你圣诞幽灵，有没有纪念？胖丁，啊你，那就是纪念我，就是有人没有上车或是牺牲掉，就是说纪念。我去一下厕所。好。好。有没有这边都有那个啊？你再看，再看一下那个。那个队友误伤，看一下哦，是蛮下面的啦。然后我们这边现在是特殊感染者死掉的数量。哇 ，NPC 好猛哦！因为 NPC 都很准啊，他其实不会打到队友，受到最少伤害。你看我。你看你1090哎，那误伤你四二我四三，哎呀还好哎、欸，不是我刚刚是狂打番茄跟蜜雪罗雪儿哎，不然其实你哎，好是吧？对不起，我都在累，对不起啦，都我在累啦，哎，那、啊、你说要死一次，下次开台要抬头五分钟。笑死！你看，哎、欸，我怎么直接掉出来了？我不知道、欸，故事这么短，没有，这是第一章节。等你啊，编辑游戏设定。哎、欸，哦，这第一章，死亡之都，有一关叫黑色嘉年华，那关我其实蛮爱玩。但是这一张这个玩起来会玩超过两小时吧，带薪那个不是也带薪是吧，就是正常来讲玩会大概快两小时。你想玩哪一张地图？看有没有就按照剧情，也没有就按照那个顺序走下去就好了。哎，还是你想要玩那个更新后的也可以。我不知道啊，没玩过啊。更新后什么地图啊？最后一刻这个。哦，那我玩看这个好了。你带路哦、喔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走啊。那玩你们也不知道路的。那难度要简单还是一般？一般。一般呐、啊，简单太简单了。哎、欸，番茄说的哦、喔。然后现在的角色是一代的，是吧？还是二代的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这一代啦，记得是一代的。安妮选妹子，要确定呢、欸，我也觉得要确定呢、欸。反正番茄救我们。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四个人一起死出来吧。我们来比什么最输的伤害准度还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你想比什么？他、啊、输的要干嘛？重点，输的抬头五分钟啊！好吧，我抬头，我现在抬头，好吧。这张好像玩过啦、啊，这张我好像没玩过、哦，这张我有玩过哎、欸。
现在更新的不是这个吗？你是骗子啊？他有更新过啊，可是这张我没玩过啊。又刚好更新是我玩过的。对，我有印象哎。啊，你看安妮，你躺在这边。我。刚刚的你。这里，这里啦，哎、欸。安妮趁热快点，还是热的。还是热的哦。辣子还是热的、哦。好变态，好变态哦！天哪。有斧头哎、欸。来。有吗？嗯啊，番茄带路啊！你看他跟那根头那么亮。我发现，哎、欸，你是要帮我们挖坟墓是不是？对啊，他拿铲子、欸，你小心一点哦、喔。你小心一点哦、喔。然后你看那前面警车啊，你打下去的话会响。哦哦，所以不要打警车。对。通常那种会亮灯的车都不要打，通常。我觉得他一直在叫那个 reloading 很好笑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也觉得这个僵尸的声音其实蛮好笑的。僵，我们是讲 reloading， 你说讲僵尸很好笑，你是不是？没有、啊，我说声音啊，都是番茄都没有在听我讲话。我有，你说 reloading 的声音很好笑。你说他 reloading 很好笑，你说我也觉得僵尸声音很好笑。我也觉得僵尸的声音很好笑。真的，现在我们救命！我、哦、这啦，白痴哦、喔！啊，不是说跟着光走，这里这里。你都是我的光，走吧。对。Reloading。哎、欸，哎，可恶，怎么没中到、啊？毁灭全网，不行哦、喔。要坐小船吗？哦，不用。不用。Somebody better check this out. 止痛药。这么快就有第二包？哎、欸，那这个高爆弹。高爆弹。这就是可以让你的那个现在前五十发伤害比较痛哦。也有燃烧效果。哦。是吗？有啊。不是吧？这是燃烧弹吧？那是燃烧弹吧？你为什么要说谎、欸？不好意思。你们怎么跳上去的？没有没有，这不用跳，这边跳。你为什么我下不去？什么子弹吗？我子弹。Ammo here. Ammo here. Up the stairs. 哪个弄手枪 ？Smoker。哦，这边有二楼。哎呦！还在打我！哎、欸，白痴！哎，有被拉走了，我被拉走了。我现在看不到你。那样子最好。哦，好吧。对吗？好嘞。我看到繁星。Reloading。Reloading。楼上有你的劝局。抓紧！有猎枪哎，我不走了，我要在这边。好啊，拜拜。被我看到你就完蛋了。走吧，繁星，我们走。走。他跟那个 NPC 在一起。你愿被你玩到？走。你愿被僵尸玩到，我不被你玩蛋。来吧。Reloading。什么 ？Hunter？ 白痴，你刚刚躺在我前面拿、啊、硬要哎、欸！我想说，啊，你打到车了，没有？啊，你打到车了，这样子没事。是我，它显示就是你啊。有吗？有啊。我没有打一个吗？我是显示胖丁警告了一堆僵尸啊。对不起，我刚刚还想说，他警铃响之前，我还没到啊。不然就是你
你靠比较近，我或番茄其中一个射到车，可能是这样子啊。哦，他会侦测最近的。我不知道啊，哎、欸，在干嘛？正在骑着繁星。好痛。Hold on, let me patch you up.Let's go through here. 要打那个吗？嗯，看你要打而已啊。喂！哇！你热情如火。好热，好热。哇！哇哇！绿。天机。穿什么服装？消防服吗？什么东西在打我 ？Reloading！ 完蛋，今天梦里都会是 Reloading。哎、欸，我之前真的玩这个，玩到晚上也是做梦梦到在打僵尸、欸。Reloading！ 不是，为什么他要一直喊 Reloading？ 换子弹啊！他说。队友换子弹，我不想知道、欸。不是因为早期语音没那么好啊，早期语音就只能说自己换子弹的时候，请队友说一下这样子啊。Tomato， 你红血了？他没关系啊，他是想死啊，啊，让我死啊！哎、欸，有急救包，我不用死了。哎、欸，还是你没有哈？你呢？我可以让你死啊！我可以让你死啊！我可以让你死。不要！你眼睛超大颗哎、欸！我选谁啊？我晕，有没有繁星保护安妮？有没有眼睛超大颗？你是一颗卤蛋呢、欸？卤蛋，你饿了是不是？Reloading！ 哪里啊？有那个有人在骑我，推开，开心吗？不开心，超丑。我们家这以前都叫周杰伦、欸，真假的？对啊，那穿毛衣都成这样子啊！你去找那个啊，范特西啊，那个专辑，那个专辑就是他的名字由来是不是？欸、没有他的对啊，他就是第二那个啊，第二专辑啊。哦，我们要这边有很多的急救包，听到了，很多急救包。有了啊、哦，好多子弹哦！那、欸、这窗户是破的，是不是？燃烧瓶呢、欸？我们要去灌那个汽油桶吗？没有，那个好像是按东西，按一个按钮下去，显示是英文的、啊。对，为什么这、啊？因为它是最新的啊。哦。你走进那边做。你按啊！给你按，好吵。他们来了。哦，安妮又是你。是我。好烫！哇！Reloading！哎、欸，好，来，我们要去四个角，我们要去修发电机，现在玩 DVD 好不好？哦，看到了。修好了，一个。哎、欸，谁？叉子！哇，大胖子！番茄，不要一个人绕干，你等下被拖走抓走，你就知道了。我知道，我来了。你知道，我不觉得你知道哎、欸。
我刚差点就死在一只那个拳王手上。哎呦！结束，比尔站起来。这可以不用管他了。他倒了。好了，我继续帮你。那、no, 你救。我叫。抱歉。我们到底是谁一直射我？射到我已经跛脚了。到底是谁？我不知道。是我。啊，你走。我想要边走啊，怎么我的状态越来越低？附近也没僵尸，到底是谁？啊，对不起，这是我射的。有点迷路，这是哪里？走了，这里边有看到，这里 ，Hello。来了，走了。走了，怎么走？他跳不上去。不知道哎。哎，有人在舔我。给他舔啊。他是哪里？你们在打什么？不知道。他是要把这个门砸。啊！好像是哦。有那个witch。witch。嗯，有听到声音。我是看到 speed 呢。这里，靠近这里。哪里啦？这里啊。按钮，按你按。没事的。怎么按不到哎、欸？跳起来啊！哇！走了，按你走了，按你走了，不要理比尔了，按你走。哎，停一下。那个 NPC 怎么办呢？他走远了 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在我们正底下、欸。你说那个哭的？没错。关手电筒、欸。你关手电筒啊。从左边走吗？对。你吓到他了。我吓到位置了。对不起。快射他！换枪。射！哦，没子弹了，再弄。哎，补充子弹，赞啊！好哎、欸，你来用一下急救包。Don't move, I'm healing you. 哦，不用。太凉，舒服。Thanks, thanks a lot. Reloading. 你可以吃个止痛药吗，大姐？不，大哥。哎！在哪里呀、啊？这上面，这里有大胖子。Boomer。哎，番茄吃止痛药啦。他这个也只是短暂的。至少你先吃啊。绿。等一下，安妮，你想说我为什么自己在走？但是被舔的感觉，被锁喉了，现在。你昨天不是最爱的吗？房价王。Reloading。再来嘞，我不知道。Tank、啊。
那肯定是往这了吧？那我有没有燃烧弹？我看一下哦，番茄丢燃烧弹，有丢中他吗？没有。你，哇，你不是说有在练安娜、啊？骗子。没有啊，最近练安娜是 Annie 啊，不是我、啊。你不是说你也有在玩安娜？有啦，但是很烂啊。请问一罐都没在丢的，是不是？有啊，那一样的东西啊。好，我死了，再见。死啊死了！你坑补了没？你坑补了没？他死了啦！你要不要补了啦？好啦，补了补了补了。我要射你了！哎、欸，我在自己移动、欸。辛苦才刚补好。叫你补你不？哎、欸，谁？安妮，屁股痛痛的哦。屁股。这直接下去一死了。嗯，对啊。好，刷弹，刷弹子。为什么屁股疼？有人在射我啊！哎呦，摆一个小蜡烛在这边干嘛？厕所有东西吗？没有。哎呦，好好玩哦。嗯，安妮，你开冰箱，安妮过来开冰箱。靠近脸，靠近脸。这个吧。哎、欸。你好笨的话，你。干嘛啦？我叫我有病。他体验到这款游戏的恐怖了。我说我有病嘞、欸。一把猎枪。绿绿哦。番茄，我觉得你好扯哦！怎么了？我不保护好安妮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不是、啊、保护他不是你职责吗？我在保护他，我也很尽力啦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两个都不……你的意思是说，说什么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自立自强，我很菜喽。我没有这样讲哦，可能说。我很香，哇！哎，你可以安心的躺地板，我帮你复活了。我要躺地板。好了，搞好了吗？每个人都没有补包了，应该往这儿吧。Reloading。哇！刚是不是都没有看到子弹啊？还是有？子弹已经路过了两堆了。哦，两堆了。我跟你讲，你每次看到一个新东西，直接往前冲都不看后面的人、欸。你有没有讲？你讲有没有？有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在等阿迪的时候，我们在摸子弹。阿九，你在干嘛？有僵尸哎、欸！我跟你讲，这是番茄按的，不是我，这个不是我。这个才是我，不好意思呢。人家安安，你是怎么赢到他的？你射到他吗？还是在看他？哎、欸、你，你应该是怎么引到 Witch 的、啊、？Witch 啊，刚刚是谁在他旁边被一个那个小 boss 扑倒啊？然后我就过去打那个 boss， 结果他在旁边。哦，你的意思是怪刚刚那个人哦？
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哦，刚刚不是谁？怪他，怪他。那我们复盘一下，看一下是谁。还有一个哎、欸，比尔的哈、啊，那个不拿、啊。那、啊、要补他吗？等一下，他比我们厉害、欸。子弹在哪里？子弹这边啊，中间、啊。我有个想法哎、欸，打死他，我这边有心电，那个电击器给 Annie 玩一下，怎么样？你要打开门才能打死他，是吗？哎、欸，打嘞！他血量那么多，你好，你慢慢打，你慢慢打，你慢慢射，慢慢射。我们等一下是友军伤害最高的要惩罚。你继续射。等一下，你刚刚很惶恐的看着我、欸，我不知道怎么讲话。是不是拿金帐武器比较快啊？嗯，没有、欸，金帐比较慢。有没有打头啊？没有。哇，连烟都不会掉哎、欸。啊，左血吧。等一下，没有电击器啊？有啊，在我手上。哦，哎，你来给你玩啊啊啊！我刚刚有个急救包呢。给我啊！要不要给人家？给我啊！怎么给啊？现在我拿手怎么给 ？Q 哦。啊、请问一下，我急救包呢？你 Q 去哪里了 ？Q 去这里啊，地板啊，这里，在他尸体上面。我看在你身上哎、欸，哎、欸、，Q 不是 Q 是换武器，哇那怎么办？嗯 ，WER， 你杀人了，你杀人了，白痴！什么事都没发生，走吧。我们这样死掉之后回来就只有一半的血量了。他好可怜哦，番茄杀人。没有啊，我们四个人活得好好的、啊，什么事都没发生啊。哦。We need to get over this fence. 嗯，怎么走？往那边。We don't go to the lighthouse. 来，番茄翻译。我不会。我们不可以。你又知道。走，我们不可以走去。好，我不会最后一个单词。哎，有那个，有那个舌头。他死了、啊，把他打死。We got weapons over here. 哎，什么时候这把枪的、啊？夜鹰哦。对啊。本身就有啊，有很久了、欸。是哦。啊，练音相当于麦根了。我来救你了，我来救你了！哇，我来救你们两个了，我来救你们两个了！哇，还好有我。你看那个人在上面拿枪，哇，好扯，好扯。我不能逛一下、哦。天哪，吓死我了。Hello。下去吗？对啊。我刚刚在上面打得很爽，然后他突然上来了，他也抓你抓得很爽啊！又有个电击器，Reloading。以前是玩这个玩到3D 晕，但又太好玩了，一直玩，有一次玩到吐出来。你是真的吐出来啊！真的吐出来啊！天哪！因为这款是真的很经典，当初在网咖的时候也是一直在玩这个。对啊，网咖几乎在玩这个哎、欸。就只可惜它没有网路连线而已。哎、欸，好好好好好，走走，去房子，去房子，去房子。去什么房子？这边有房子啊。这边应该有补包，哎、有补包补包，各位。补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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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、就这里还有止痛药，然后这边还有二楼可以守。哎呀，我印象了啦，之前跟巧克力在玩呢、啊。看兵，
钢钉。你看我手上这个。哦。平底锅。平底锅很强。枪局在外面，枪局在外面。劝局在外面，劝局在外面。来，我要换武器，这什么三叉戟啊？气死了！三叉戟，水鬼啊！砍刀，砍刀，砍刀！哎，还是你知道玩麦快啊？你那个你就爬子，要钉爬。三叉戟啊！插你个头啦！哪有三个？没有吗？三个？他四个哎！他是四叉，哎，四叉。四叉戟。哟！哎，安妮，安妮，这边好平底锅，要不要玩？哪里？哪里？啊！我！舌头，舌头，舌头，舌头。这边啊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那个转角，转角这边有两个补包。等一下，B站。我脚边，我脚边有平底锅。欸，他很强哦，他超强的哦。欸，平底锅靠的那个音响好赞哦。听听听。我以前玩那个 PUBG 的时候，喜欢拿平底锅烤人。哦，比尔救我，比尔救我，比尔你好慢。我的，比尔你好棒，比尔你好烂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觉得这比尔很记仇哎，你不知道怎么讲。我要去救安妮了，我要去救安妮了，他需要我了。我平底锅战士呢？现在。可是有 tank， 有 tank， 有 tank， 有 tank。我画面好抖哦，天哪！啊 ，tank 啊 ，tank 啊 ，tank 啊！哇哦，燃烧，燃烧啊！我 ，tomato。tank 你不是烧你了，不是我好吗？嗯，难道你意思是说烧我喽？不是你丢的燃烧弹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走下去下去下去！哎、欸，有 BB， 哦，那个爬的。那个拿油拿油拿油，刚刚有没有？刚刚练习过了，倒油倒油。可是我不知道去哪里啊。啊，刚那个啊，按按钮的地方啊。哦。哎、欸，我的油掉了。好，我骑我。哇，你不能这样逼我哎、欸，臭僵尸。个什么很远呢？你隔壁而已，隔壁而已。哎、欸，怎么打这个？左键左键。这边还有三个。是啊。射错了。他没有保护我，烦死。你后面，哎呦，我爸去远一点地方见了。这边正前面有一关，我知道啊。要我一起去拿那一关。Got it。 好，安妮，安妮，安妮，走走，好多人呐、哦，都没有。安妮，走走走，九九九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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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，哎呦，舌头有舌头 ，tomato， 他又要舔我。那个安妮先补，安妮先补，安妮先补。你现在补，马上补，对对对，马上补，马上补，马上补，保护你！哎呀，天哪！我马桶也不补哦。我有止痛药可以撑一下。你根本就没在吃止痛药。嗯。
好吧，我们继续那个。还有两罐，一个在二楼啊，一个在二楼。哦，好，那就简单了。走喽，回去喽。走，我们回家。走你妈啦！他是不是？没事，好走。不，他是。走错。他是什么？我跛了，我跛了。你知道不好意思哦、喔、你会道歉的、啊、你走喽。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还差一罐气哦。二楼怎么上去？看一下，它这边有个断掉的。看像哦。这楼梯怪怪的。没错。我又被舔了，我还被吐。啊！你去哪里 ？Tomato。我记得旁边有个小梯子，看找梯子上去。你看。啊，这边有楼梯。我上来了，我上来了，我上来了。上来了。掉下去。不好意思，我太胖了。走了，走了。扎针。走了，走了，下来，下来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自己打，你自己打，你自己打。我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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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跑。哎、欸，救我！这么多小 boss 啊！天哪，到底救命啊！哎，你在哪？哎，你我在那个房间里 ，NPC 在保护我。哎，我怎么治？火箭啊！止痛药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块头，大块头。他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打死他啊！天哪，他好痛哦！不要了，不要走悬崖，不要走悬崖！完了，不是，我是卡住了，我动不了。两只哎，我在哪里哦？哎、欸，他跟我抢你啊！算了，我不看你，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！哎、欸，还射我？不是。比尔，拜托你了，我就是像你了。他能相信的就你了，比尔。还有啊，安妮，安妮，不要跳，快跑，快跑，离悬崖远一点。哇，上次就这么死的，学乖了，学乖了。哦，一个下去了，干，再见，比尔也下去了。我在治愈。安妮，小心哦。我好害怕。我可以喝水了。但吓死我！因为我们加满油，现在是要等船来，是不是？对。哎呀，你来了？呢？我死了。嗯。哦，这走这。尸体在哪里？我可以救他哎、欸。嗯。我们被推下去了。你走，你走，往这走。哎、欸，你来得及吗？我要帮你吗？我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那我看看我可不可以。天哪！担心全村的希望。不行，被抓走了。哎，电击可以救方前。你觉得来得及吗？没有补包，不然的话还有可能。
就是有人，我看他，欸，对，我知道番茄石在哪里了，海边。我是被推下去的。对啊，所以尸体是在海边啊。啊，是从这里开始哦。是哪里啊？一开始的地方啊。这是哦，这是你杀比尔的地方。是，我要再杀他一次吗？不用啦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，啊，我刚没有针啊，哎，扎针直接跑加肾上腺素移动速度吗？对啊，哦，刚就没有啊。好了吗？八。好了。我刚就没有啊。Hello。Hello。谁？我屁屁又痛痛的了。一股守门员。哎，他真的讲说，看你的屁股，哎 ，What's your ass？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在搞瞄准器。哦。这是谁的声音？哦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要把你拐下去了。哈哈哈哈。走吧。Let's go。等一下，要听到骨折的声音。你是说，你是说你的游戏角色还是你本人啊？每次摔下来，本人就发出骨折的声音，太恐怖了。不是你跳，你用跳的跳下去，它旁边没有地方可以踩。旁边没有地方可以踩。哎，好近哦！我有电击器哦。里面到时候补包了，你可以先换一下补包啊。嗯，等一下啊、喔，正在这。哪里？这里啊。哎、欸，补包。这里呀、啊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哦，换位置嘞。拿针呐、啊，你哎、欸，拿针，拿针。哦哦哦。哦，老人声的声音。他吃了两罐药是不是？我干，天啊，这人。Check this out. Someone's gonna need these. Wait up, I'm healing. 绑鞋带。哦，走吧。走。要去按那个是不是？嗯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哎、欸，这里，上面这边，踩上来，踩上来。爬那个楼梯上来，这边对，有子弹，有枪，有啤酒包，就住在这。住这是可以啦，只不过等一下要拿油桶的时候还是要下去而已、啊。废话，每次番茄都把我挤下来耶。啊、他就这个。你在嫌我胖？大胖子哎你。哎，躲在安妮下面就是有好处。这个栏杆，栏杆可以敲掉吗？可以啊，它可以打掉。啊！那你要上来？还可以再上哦。对啊，灯塔。旁边有个那个铁质楼梯，你后右边一点点。哎、欸，这不是我骑的、哦，比尔哦。上哎、欸！笑死！
我拿到了什么东西啊？就是绿绿的是什么？那个胆汁，香水。哦。天慧龙表示需要我们需要他袭击僵尸吗？不用，你砸下来连我们都死了。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有固定的地方可以爬。你的守守门吗？守在那里。嗯，因为这个就是这个位置，就是玩家如果玩那个内战的话，可以爬的地方。他们会固定的点。哦，是不是可以玩家也可以扮演僵尸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我们可以搞针对。他扮演僵尸还有成就，那个就是比如说你被拉走，对不对？嗯。被拉走，然后下面吐那个绿绿的，然后有成就。然后那个嘛 ，charger 的话，它可以一次撞四个的话，也有成就。我保龄球的。哎，谁追我？来了来了，那个来了。他在一直在对我们丢石头吗？上不去，上。Tank。不是。不子弹，不子弹，这两只不是吗？你不要急啊，你不要急，这是第一波，第二波才有两只。哦，好。刚有僵尸从后面上来，豆子上去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掩护一下，掩护一下，下来，安妮下来了。等一下，我们集中到啦，因为。反正集中到了，没死、欸。然后下去了。看这个人，波拿不讲的啊！等下怎么掩护？嗯，你要不要下去的时候，我就一起下去了。你没说好。好。你有啦，好。Reloading， 你们开始倒汽油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我们先集中。好。小心点哦，那个汽油桶就在后面哦。哦，好。啊，打到番薯。Smoke。Smoke。我拿最远的，很难不打到队友哎！你玩困难就知道多好笑了，你打的会比你打会比那个僵尸还痛。走吧，安妮，房子里面给你拿。欸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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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。要有人帮忙打吗？啊拖了，被拖了，被拖了！讨厌。啊、你拿黄色的，你拿黄色的。我拿黄色的哈。嗯。Got it。番茄你开始到了，番茄你开始到了。好。啊！有人挡我路。好痛啊！滚啦！没捡到，白痴！走开啦！啊，这边。哎、欸，弹弹，滋滋滋滋滋滋！绿绿绿绿绿绿绿！讨厌的。还有一桶，
在哪？啊，等一下，在我手里。可恶啦！啊，退车了。啊，怎么都在我这啦，白痴！过去的。欢迎上来哦！补血来了！啊，那个比尔一直打到我，是不是有 tank？ 还补吗？补吗？在。哎，上不去 tank。哎 ，tank 在上面。上面他上去了，上去了，他上去了，丢石头。小妹头小心哦！碎啦！他一定是番茄的屁股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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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七星白痴哦！天哪！白痴！不是他不是追你吗？怎么突然下？你靠他太近对不对？可恶！白人运的好。那个是最难的小 boss 吗？嗯，最难的啊，应该他就是 boss。好了，要直接下去吗？对对对。啊，安妮都牺牲哎，我好难过，好难过。他是被丢到哪边去了？海里面是不是？ Annie 啊，我怎么知道啊？ Annie， 你刚刚最后的场景是什么？不要死我！应该是海边吧？他从那个房子二楼把我丢去很远的海边。那就是海边没救了。我有个想法哎、欸，我有想法哎、欸。不是我队友误伤啊，你下次有没有人家在干架的时候不要在旁边靠太近，懂吗？我看他本来冲上去打番茄，我打他的屁股，结果他一个左转就下来了。我先我是他，我也会先打你好不好，靠近扁你哦。纪念48分钟，大师能力数，哎，使用电击器数量一，好诶。哦，他这个就是他只算你那一回合通关才会算，因为那回失败的话不会算在里面。所以上一回合那个番茄不是误伤比尔很多次吗？所以那一局不算。好诶。所以这一局误伤我应该比较高。哎、欸，受到最少伤害。我比较少诶、欸，安妮。是是。我的屁股好像有点痛诶、欸。未取数量有算到诶、欸。哈哈哈。他是算他那应该算整场的吧？不是，我们进安全屋的。就会存档了。哦。哎，安妮，你怎么连游戏宝箱也不见了？我为什么每次死他都把我丢出去哦？我是不配是不是？你配好不好？你配，不配的是这个阿茄。啊？啊？我死一次他就丢我出去一次，哎，天哪！是哦，我都忘记我开台，完蛋，忘记我开台，哎，一乱线。哎，你刚瞬间加入，瞬间离开。我重开吗？没有，不用，他回来了。
我要瞬间键。哦，你需要编辑游戏设定，最后一刻。对啊，他有 DLC 耶。啊，这个啊，最新的那两个都玩过了啦，我有印象了。哦，所以你都玩过了。嗯。啊，最新只出两个。对，只有两个。那、啊、你想玩到几点？我都可以。那、啊、你可以开台了吗？不开了。觉得不行。那打哪一张？嗯，不然就按照顺序来打吧。那你体验一下。那要改困难吗？不要。没有困难诶、欸，它只有进阶跟专家。进阶就是进阶，应该就困难的吧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因为后面其实还有一个人要跟我们一起玩的、啊，也不能玩太多、啊。又没差，他会玩啊？他不会吧？啊、他不会哦、喔，没关系啊。他跟我说，我再从头打啊。啊你至少给安妮带、啊、可以开台玩的，好诶、欸。嗯啊、你听到了吗？下次就你带咯。听不到。你可以再讲一次刚刚那个吗？为什么？你再弄一次刚刚那个声音。听不到。那你可以抬头吗？怎么了？嗯。哪有人在开台看别人聊天室的啦？你知道我有意识到，我本来想跟鹅龙说。哎、欸，你不怕他在看聊天室吗？你们那边倒数喽，三十秒哦。哎、欸，少一个人。哎、欸，是我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，为什么？啊，有没有这个车是我们刚来的？对，他就是一关一关接下去的这样子。然后上面是我们刚刚玩的一代的角色。对，有没有？我们上一场玩的角色在上面，有没有？哦，对，他是一代角色。那个是我是不是刚才？对对对对对，啊，我们现在是二代角色了。他有 L4D 跟 L4D2，我们现在玩的是二，好吧？我要回去拿撬棍。Reloading。这关是第二关，但是我很没印象。这关好像也是后面更新才出的，是吗？好像啊。他09年的游戏，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强哦，能玩，对。对啊，看看《斗争特工》而且他其实也可以载一些工作方的地图来玩。啊！我斗阵掉断了啦，我掉回银次。你不是因为那个吗？一直网路在搞你。啊！昨天网路在搞我，真的。哇！你知道现在欧瑞莎强的啊，强的不行。真的吗？对，是蛮全都是欧瑞莎。天哪！他加强什么？他大招范围扩大，然后无视护盾，威力也扩大吧？还是无视护盾本来就无视不是吗？哦，无视护盾哦，对啊，无视护盾啊、嗯。对，所以那个毛妹放他也没有用了，放队有没有用？有用吧？啊，不是护盾，那不是护盾哦，你说蓝色的哦？应该是类似莱因哈特那种护盾吧？你知道护甲跟护盾差在哪里？护盾是蓝色的，弹压塔那个叫护盾。哦，然后坦克那个叫护甲。我还真不知道有没有无视，他说是无视护盾啊，所以应该是弹压塔的盾也可以无视。直接死，哇哦，强哦！
try upstairs. 真没有那个。嗯。应该啊，其实我也不确定，因为目前我没有看到查亚塔跟扎利亚在同一场过。完了，以后的我这个长这样，这个正正，哎呀，哦哦哦，哎哎哎，不要那么痛，很痛很痛，一般很痛，不要打我，我黄血了，等一下，谁让我死了？好了，你们瞄不准是打在我身上，哎、欸，等一下。请先用推的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请先用推的。没有，有人被抓走，这样先用推的。那你舌头也可以用推的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刚就教完你了。谁出去了、啊？安妮啊，安妮，要走这边，要走窗户。啊。You jump, I jump。我推喽。好像一样啊！天啊，这也是我们刚走进来的路。那我们要走哪边？跟着灯走。感觉暴风雨好讨厌啊！感觉不错哎、欸。没灯了是不是？对啊，没灯就不错了。够了够了，回去了，回去我们的避风港。你想钻进去哦？男人啊，不就应该啊？哎、欸，走这里耶、欸！你看那个有梦想的猪。你看那胖子，快射他，快射他！前面，前面，前面！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不射我，不是这了，我只有搞，好像不是这里，不是啊，有梦想的猪是什么？对吧、啊？不是之前我在打的时候，有一个 boomer， 他一直在空中跳啊跳的，就很像那个我那个啊精华有没有元太？我就说哎。他是一个有梦想的胖子，想飞。在哪里啊？我靠！用了右键，又我感受到了。我没关系啊。什么意思？球棒球让 K 了是不是？你走前面，你走前面。他卡墙了，千机。他卡墙不会死。哪里啊，千机？死了。没有啊，刚死。在这边宿醉、哦，你看。某些车会触发警铃哦。警铃哦。我不要当触发的那个。对，番茄射死他，对，番茄射安妮，对，我看到你起码射三发在他身上。我没有。能到我吗？我到现在只有敲过一把武器耶。难道是我吗？电脑啊，对不对？你觉得电脑比你准，还是你比电脑准？等我三年，我可以练得跟他一样准。好啊，等你啊。那三年后我们再联络。姐姐等不起啊，三年。那姐姐青春很珍贵。姐姐只有几年的十八岁而已，三年要消耗她三次十八岁。哇。狗叫哎！啊，一般真的道具好少哦。这是进阶还是？哦，进阶啦。我想说你一直讲一般，因为我把一般当进阶打。哦，好，有道理。Fire bullets here. Grab an incendiary ammo. 你拿那个就是你射出去的枪子弹会变烧、oh. 燃烧的，这个打 tank 很好用。欸、你拿这个，你的那个医药包会掉、哦。我不，那我帮你拿。
你继续拿就好，你继续拿，我帮你。哎、欸，医药包嘞？先不要放，先不要放。没有，没有，我本来也没有医药包哎、欸。本来也没有。啊！教练被拖走了。那走了，走了，那先不用理他。这关本就暴风、暴风的吗？啊，就对这关没印象，你是听不？教练。用好 Tomato 击中了繁星。你自己从我面前走过。我想救人，好，你叫我见死不救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番茄，我懂了。你可以对教练见死不救。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不行。你现在在求我了是不是？要求我了是不是？是，暴风雨声音真的好大，我天啊！哎、欸，走吧，走这边。哥哥，击中教练，然后嘞，左右走，右走，大妹头，哦，委屈哦，小心，小心，那个女的，要被他勾走是不是？好，绕开啊，绕开啊，绕开啊，这边是死路，好像真的得从中间了。我吓到了！你们要在一起了！你快跑！你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！来不及，这边死路！再跑，再跑！你跳！哎呀！哎、欸，他穿婚纱哎、欸！他是在那边蹲着，因为他新娘没有来。我知道啊，不是你下次要下要提早讲，可以同时开他枪。我其实也不知道我怎么会吓到他、哦、我不是故意的、哦、你其实是故意的、哦、我没有啊，我没有故意啊，我想说我其实是故意的咯，我会不会吓女孩子？嗯，前提是你要把她当女孩子啊。教练是不是要死了？教练我到现在还有点要枪啊，好可怜哦、啊！我怎么打不到？是啊。哇，真服！我竟然没有装子弹。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我来了！我敲木头。哎、欸，你的比尔倒了、欸，你的教练倒了、欸，哎，他不是我的。哎，有没有感受到？这就是一般，对吧？进阶，安妮，好玩吗？好玩。好玩哈。好玩。打队友都很开心哈。欸、你知道，其实我刚刚看到那个女巫的时候，嗯。我有下意识的给了他一枪，但是因为我不准。哇，机枪，水水水哦！你大堆肾上激素。哎、欸，太多肾上腺素了吧？有鬼哦！哎、欸，免费的，一直打。好了，我打了。他可以一直叠加吗？不行，可以耶。他可以一直叠加哎。你说效果吗？对啊，我现在90嘞，99嘞，好开心哦、喔。哦。我们会灭团哦，鬼都来了哦。等下是？为什么声音变这样？耳机问题吗？没有，肾上腺素用的会变这样子，没错。哦、oh. ，走了，不知道走哪边，走了。番茄，耳机问题。走了，安妮，走了。来呢，你是不是现在对我不耐烦？干嘛？干嘛？没事，我刚刚手是拿武士刀的，安全是好想你啊。你现在是对我不耐烦了吗、哎，安妮？我没有啊。对啊，你现在是对我不耐烦了吗？没有啊。We're gonna make it。他刚刚的声音真的很像是那个游戏出现的杂音，他要不然就是我耳机坏掉。
对，我拿撬棍呢、欸，我拿撬棍呢、欸，未取造成对方伤害1000。为什么会这么多啊？这是近战武器啊。闲置。So Ellis, Zoe, huh? I was just thinking of her. What do you think? Hey, she is. 还炮枪？哎呀，还好你没有打。把信这个给你啊，没有？那个给我。刀会呢？有什么？哎呀，武士刀。啊，不用啊，没关系啊，你拿。好。有机有气有可乐。那你没有用这个、哦？放置燃烧弹啊！哦，不手干。有人在浪费他的燃烧弹。啊，什么东西？有人在浪费他的燃烧弹。哎、欸，你烧完了、欸？那是教练的。你可以捡啊，没有了，我捡新的枪。哇哦！啊、小心灰杆哦，拿高尔夫球的。好恐怖，这射到队友会烧哦。要不要试试看番茄？不要。要不要试试看番茄？不要。他说要、欸，拿教练来试就好了。番茄说不要就是要。我没有。这两个，哎、欸，不要打，不要！教练，刚那两个僵尸在互殴，哎，见了，哎呀，讨厌耶，好像不会烧，哎，对，不会烧，哎、欸，这边也有，哎、欸，这是，好不好？很烧啊。放下，这是牙医吗？对啊，哎，不是吧？好像刺青啊。这个、哦、对，刺青。哎呦，安妮有听啊？没有，我说那家店是刺青店。他外面有招牌呢。拿 AK 睡在这里。给我挤进来了。哇，打桌球，打台球。Reloading。哇，这边怎么补给品都这么多啊？我要改这个了，我把肾上腺素了。哎呦，没事用。哎，吓到、哦。嗯，对啊，照到镜子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先射，你先射。看你把他的球当高尔夫球打、欸。在哪边？我这啊，树丛走出来。嗯，我们走出来了，好像不是这、啊。这里呀、啊。有一个人，那意思什么？布姆啊。不是布姆，就是我肚子在叫。啊，是布姆啊，看来是布姆。没死、欸。哦，死了。哦，这边如果那个有吐痰的，我们会死很惨。那我完灭！哇，番茄的屁股哎。嗯，对不对？
我又不是把你请假王的名字改成单血屁股。我昨天辅导真的笑死。对不对？很燥哎、欸。你打那个铁臂膀的时候，铁臂膀吸起拳，从番茄的屁股那里吸起到你，我真的笑死。你要有车哦。哎，你的 chat 对不对？没有，你要看他是从四天王那边，都说快啦，不然啊，今晚番茄陪你哦，啪的一下倒了，好强哦，前面都在演。我铁臂膀那边我真是打得很累，他突突头盔是吸得回来的。哎，我要看你全都用头盔顶死他们。没有、啊，可是就只有那个是用突突头盔啊，有几个都不是啊。绿绿哦，哇，二楼有现金呢，钱还不能拿，好可怜。几种 tomato？ 嗯。有哭声吗？是有哭声，对不对？你在叫什么？讲话啊！没有啊，就转角看到一个扑门。扑门。我发音不清楚啊，我 KK 音标没学好。哎 ，KK 音标。九九九！我不走，我不走。他跑到对面去了、欸，嗯，没有看到。他在二楼，应该会走上去哦。啊！我摔下来了。没事，我过得很好，没有你，我过得不好。哎、欸，要从三楼跳下去了，还是要下来是不是？你要上来。好，等一下哦。好、啊，我怎么上去？看一下哦，看一下哦。抗拒击中教练。欸，不好意思，怎么看都是你们要下来欸。好，这边啊，从这边跳下去啊。啊，不是啊。啊，我干嘛叫我上来？二楼有窗户可以跳。哦，那你直走直走、欸、直走上来。好，哎、欸，要上去了。对对对。好，我来接你了。嗯。然后跳那个。厕所上面哦，不然下去会骨折。啊、就你呀、啊，你屁的、啊、还是骨折了？生怪塔，天哪、啊！我都说了，笑屁啦！生怪塔，你是跟我讲生怪塔？怎么了？你、欸、take 靠！什么东西？啊！有人烧队友啦！重点是他有没有？快跑！哎、欸，干怎么是我？艾希有罪是不是？我明明没有打、啊。金狮子哎、欸！金狮子不要！倒了。等一下啊！快、哦、倒了。嗯嗯，死了还能保护人、欸？不要跟我讲。好、哦，你扶，不是我，不是我啊，不是你们在救我啊！你们误会了什么？不想玩我？不想玩我？你们这个生怪塔是不是想玩我？
很怪打想搞啊。欸，你是不是都打到没子弹了？对。I'm reloading。没有子弹。我有无限发的小手枪。哎，还有那个脏笔，带补包，带补包。对，带补包哎。他跑了。哦，对啊，好像之后版本有那个开始都有带补包的僵尸了。对，不好意思。那我要改叫抱歉了。抱歉，救了安妮。哎，我觉得现在打队友比较准，因为队友还有一个边，还会叫，嗯。打到还会叫，这边有一把枪，你就先加紧用吧。对，给、欸、你啊，他说玩到没子弹了。哦、真的打队友比较准的、欸，天哪、啊！啊，你说的是对的。对啊，队友还有帮你瞄边的、欸。不买！哇，教练好强！什么烂枪啊？难怪姐要玩辅助，对啊，他就那个和尚用左键在补人，不好意思，来你下，等一下射就不要走我前面经过。等一下你在射的时候从你前面经过，就讲不好意思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射死了。这边有补包，这边有补包跟那个骗子。哦，骗子。你们吃啊！你们吃啊！你们吃啊！你是不是走心了？给你，我补你，我补你。你要保护我、哦。嗯，我加油。这教练也挡住我，头太大。你打死他会挡你了，有道理吧？你把他射死，他会挡你了。我剩一滴血哦，我是真的剩一滴血哦，我就像一张纸一样脆弱、哦。哎呦！这番茄是想看我死。没了啦，灰屁啊！哎、欸，那个人吃补包了不起是不是？嚣张哦！哎，我一起哦。我不怕啦，就剩一滴命了。还是你被他打一下，我再把你拉起来就有三十滴。别笑他。没有哦，不是哦，哦是那个啦。但这下去我会不会骨折啊？我试试看哦。水啦。哦，那我跳了，我跳下去死掉你就什么什么东西？收集一下，他应该在附近。哦，我死了。推我啊！看什么？推！你们现在才推是怎样？没事，你有血了。笑死。我要倒了，我要倒了，我要倒了！我后面好黑，胖丁下大威许，不是没有威许，有威许啊！哎呀，一次杀了我，根本就看不到。完蛋了，有舌头。福奇哦，福奇最近都会吃到广告，哎，很奇异。好了，没了，结束了。完灭吗？对，我刚刚讲，我很绝望是。你们不同时救我，等到我倒地，我说推推推，教练救了你们两个才同时推。干嘛？啊，教练，你人怎么那么好？
看看那两个队友，天哪！哎、欸，他是要不要救我、啊？It's a hole. Oh no, excuse me. It's an historic hole under a river. Incendiary ammo here. 哎，这边还有个医药包。我的。好了。好了。我也好了。好药、哦。对。他正在浪费燃烧弹。Up the stairs. 哦，这个游戏有爆头的哦，有爆头判定哦，对，好，打头会比较痛，你就看他头烂掉啊。要补包了，教练不要动，教练不要动。嗯，多一个补包、哦。没有达到的，达到的。那为什么不行？打宝游戏，你从刚刚到现在一直不用，我想说你要干嘛？我怎么知道你要干嘛？我教练刚刚救我，你们两个在那边推头石推。我只是反应迟钝，番茄就不好说。是。我的画面最清楚，我被勾走之后，你们两个是同时看着我，看着头那个舌头那个位置，然后那边射半天射不到，我说可以推，然后我倒的时候，教练已经开始救我，你们两个在那边推我。番茄怎么回事？安妮。屁股番茄打到你了，我刚刚才绿血的嘿、欸、好啦，不然等一下开那个好了，专家来玩，我丢石头，有 tank， 我知道，太早了吧 ？My God！ 完蛋，我打太多针了，我现在音效会怪的。好、哦、正常了。打个番茄，吹他！哼，我没子弹了，谢谢各位。胖丁击中了繁星。啊！哎、欸、，no！ 一大波哎、欸，天哪！一大波。大波星，当兵击中的 tomato， 哎 ，hello， 怎么跪在地上起来？对啊，专家可怕的就不是僵尸，是队友，对啊，所以那时候被扑都说不要射，不要射，用推的，用推的。可以吗？走吧，进来啊！你要出多少？你撑得过去哦！
帮过你。他跳不上去。番茄。嗯。谁呢？哦，你在前面。要洗一下才能吃啊。你很开心呢、欸。你今天怎么那么笑得那么甜？是不是因为没开台，很快乐？哎、欸，哭！我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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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我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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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有看舅舅哦。我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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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啦我啦我啦哎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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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事啊没事啦，屁股只是多了一个洞而已啊，只是那个洞可能不是拿来排毒的啦。那叫什么？哎呀，教练怎么了？跌倒了，看不出来吗？嗯，不是啊。没了，我头很大颗哎。之前还有天线宝宝模组，你知道吗？东怪的僵尸全都是，对啊，都是天线宝宝。但是他的头就是完全打不到。从哪？我不知道。我现在我记得是从二楼。大家你与你相遇。来，不重要。感谢你。他们私奔了。这里啊，二楼。啊，对啊，我们在走啊。我里面哦。掉下去。到里面。要讲嘞。真的要讲，都不说的。我不是一直有说二楼。啊，对啊，二楼在哪边啊？他可以中途调低难度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市长可以试试看。我不这边有一大堆的土字，都没有补包，你快过来！哎呀，哎，你怎么过去的？哦，这边。这边也有补包。哦，来了，哪边？我这边。先补满。地板。等一下，我听到这声音不太对。你说 Witch 吗？不是，感觉是 Boomer。不知道是不是，对 Boomer。哇！哎，白痴！安妮，不要，安妮，快！那边有人想绿你。我看到了。不要，不要射！哎，好。我用到他了，你必须打回来。Fire bullets here. Jockey's around. Jockey. 二楼那个我们可以直接跳下去了。真怪打嘛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啊，真怪他。哎，番茄，先不要跳。我知道啦。我想说你要冲动了。我不是你，我傻子呢？走啊！他怎么跳？他不会死。你跳下去的时候，马上靠墙壁跳就好了。不是你，不然你站着不要动，你站，你靠窗户，我推你。嗯，好，推。对啊，你怎么在我后面？哎，怎么还有啊？我是太胖了是吗？不是，你动一下。哎，那是啊，有一点骨折的声音。有，压力开的声音。Careful, Hunter.
有逮到教练。哦，这教练也是够可怜的。哦，对不起嘛。不是。是他的。那只 Hunter 总共破了教练三次，番茄一次。刚刚真的有打死他、哦、我想说教练起来会射他，就他不射，然后又被扑下去，我很笑。我真没有补包，我要自己吃。你吃，你吃。那我吃。那、欸、里面好像还有一个。这边那边墙壁上有一个。哇，爵士哎、欸！盗墓者，这是什么称号？四月。哎哎哎！跳他，跳他，跳他！哎啊！他死之前摸了你大腿一下、欸，我看到了。哎、欸，你拿这个。啊？你为什么要使唤他啊？啊，你不喜欢被使唤呢、欸？我怕他死，我叫他拿医药包、哦。怕他死，然后就那个使唤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哎、欸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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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什么东西那么痛？僵尸。哎、欸，有一个开始柜台，柜台一只。哦，死了。嗯。哎，这我电击器。呜、哦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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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谁都有。女厕。嗯。好近哦！里面有铺门，里面有铺门。哎、欸，隔壁而已，隔壁而已，小心小心。门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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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门口。教练，教练是教练，没关系，教练可以死。Oh my god！ 哇，好绿哦！天哪！白痴！对啊。白痴哦！你要咋？你要你要走过去被火烧？哎、欸，打死他，打死他，直接打死他！打死谁啊？教练，我有电击器。不用啦。我误。他比你有用哎、欸。不好意思。Healing。那谁，那谁补一下吗？你要补一下。不然你给我电击器，我打死你。你补就，哎、欸，好像可以耶。来来来。头啊，白的，走啊走啊走啊。不用你就留着吧。可是你脖子，是一跌。他喜欢脖啊。大袋鼠。你开灯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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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哇哇哇！猫哥，嗨，嗨，你怎么去那边了？我这里就都通的、啊。来来来。Why is everything historic always so goddamn filthy？ 嗯。I could go for a nap right now。天啊，以至于走这么慢吗？Well played, Rayford. Well played. 受不了了，繁星打我一下。好，救我！不是，要打死你耶！不用啊，就我只是想要走快一点而已啊。哦。
哎呦，他胯下烂掉、欸，哎、欸，啊，烫烫烫！谁啊？谁的胯下烂掉？右边这只僵尸，胯下整个烂的、欸，哎，真的耶！刚安妮射的、欸，哎，那个安妮，哎、欸，把我打死！等一下我去控控一点哈。哎、欸，掉下去了啦，白痴！那我想说我去控控一点的。他掉最底下了吗？快快快快快！没有没有没有，这边而已，这边而已。捡到了吗？嗯？啊，你说打死你！我想说，我下句我要去控控一点地啊！对不起。比打僵尸还打得准。不是比打僵尸还要来得快。你毫不犹豫这一包扛下去，你知道吗？机会难得哎、欸。Who wants to jump first?你怎么跳了？你怎么跳下去了？妈、啊、耶！不对啊，这个怎么？地板有个医药包，地板有个医药包，我刚刚看到。干死！你的医药还不错哎、欸。不，你不要再救我！哎、欸，你救我！叫！我刚看到地板有个医药包。我哪、啊？好、哦、啊，第这有梯子，里面有铺门。我来了，快先射他！啊，怎么不早点射？没事，一小角落。Sorry， 这是哪里？有医药包，很快到安全室。要什么？安、啊、这边很难哦，这边补好状态走、哦。这边等一下开了之后要往前走，好不好？什么？再一次。这边等一下按了之后会叮叮叮叮，然后我们要赶快往前走。往前走。这怎么走？我忘记了。走水路哦，走水路哦。我跟你。往那金叹号那个方向走。好。啊，怎么是什么有配霸呢？五只炸弹。啊！来。啊！用你教练的走，他可以照顾好自己。我认真。你先过去。抱歉，教练，再见。不是你把他射死哦？没有。哦。我在他那条路上丢一个燃烧弹。来，好，可以走。你看后面干嘛？看前面，你开路的哎、欸。看好，教练。再见，教练。我们下一回合见。走。对，所以这边会很崩溃，就是因为会死在这里。哎呀，你来。你只有这个不早丢？没有，在这边捡到的。哦。
哎、欸，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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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，你看推推不是很棒吗？推，超棒的。还在那边不推，那你？哇，好紧张啊！真的。呜呼！耶！干嘛？后面啊！后面啊！后面啊！摸摸摸！哎、欸，应该是我。你进来了！哎呀！不是。哦，教练你好皮哦。教练管的。我没过。哎，就靠。So we're about to see that girl again. What's her name? Zoe? 哇，教练，他脱了你的。Now you can watch Nick take care of business. 嗯，你直接补满吧，补满直接用了啊。嗯。哎，你还可以再拿一个。啊。很像哦。你笑什么意思？哎，你觉得这款恐怖吗？不恐怖哎、欸，对啊，其实这不恐怖啊，我觉得很舒压哎、欸。啊，那以后工作压力大就玩这个了。那你怎么办？我去看那款特价多少好？哪一款啊 ？B4B 啊。他听过，我之前是在另外一个平台买的啦，可是我是很不喜欢那个平台，我忘记叫什么了，那个平台。因为那时候那款游戏也是打僵尸的，然后他是在那边先那个嘛，先上，然后Steam是很后面才上。哎，有人知道 B4B 全名叫什么吗？哦，对 ，EPIC， 对对对对对，就 EPIC 那平台上面上。瘟疫公司吗？瘟疫公司？哦，不是，搞错，是啊，你在闲置哦。我知道啊。哎哎哎，嗨，哦哦哦，我差点。还吃我的补包，真的，我刚刚是那种绑鞋带的样子。我找到了，哎、欸，不对，喋血复仇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哎、欸，有特价哎，70%打骨折哦。我这款。打折后400多块了，贴我贴。哦，我讲的是另外一个啦，不过 B4B 也可以 ，B4B 有天赋系统，它是有那个每回合会抽一张卡片，然后那个卡片是按照顺序的，就是你可以先去我等那会再讲。哦，这款哦，对，对，有另外一个也是打僵尸的。然后，这 EPIC 上面的，那这款也有剧情哎。嗯，那款 EPIC 那一款是它就是专门在打那个，它是标榜就是爽杀僵尸，会有僵尸海那种，超多僵尸那种。你回来了，打完狗了吗？我的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款啊 ，World War Z， 我知道这个，这个是新一点的吧？哦、这个是对对对啊，我刚刚是贴那个 TIDC， 这个是再更新一点。Back for Blood， 没错没错。然后那个 World War Z 那个，他是打僵尸很爽，因为他僵尸草很多，超级多的那一种。可是我之前在 EPIC 上面玩过了、嗯，但是我很不喜欢那平台，那就它Steam上面出了之后就很想哈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就觉得说还要换一个平台好烦。
还是我们下次考虑玩这个？嗯，哪一款？这个沃兹还是 B B 四 B B。啊你，金都 kill 克莱。啊，你是想玩哪一个啊？我都可以。哪个比较？哪个比较？因为哪个比较？哪个比较好玩？EPIC 会到各支，对啊，就是会到各支啊。哪个比较好玩哦？你说两款玩起来吗？我会比较喜欢玩 B4B。那就玩 B4B。而且 B4B 那个的。啊，你搞到油。嗯，突然没声音了。没有啊，我想说你在讲话。哎、白色，我一直在分享荧幕哦。对啊。没，我一直在讲废话，你讲。啊，你也可以哦。那个我刚刚讲的嘛 ，B4B 它是有那个卡片系统，就卡牌啦，等于是天赋啦，就是我们可以先回大厅，然后就是整理你的牌库。啊，你每回你初始会有三张让你抽，然后每过一关卡的话，可以多获得一张，不过顺序是固定的，所以你可以决定说，比如说你前面就是想要输出很高，你可以先把卡片往前放，输出的卡片往前放，然后或是保命的东西往前放，这样子。竟然有卡片？对啊。我比较好奇的是，它那个剧情模式的时候，我们多人的时候也可以体验到吗？哪一个剧情模式？他不，你不是说这个有剧情吗？那个 B4B 那个 B4B 对，可以啊 ，BBD 那这也可以哦。那就是对啊，就是可以，比如说今天你要单机可以，你去单机，然后你想跟大家一起玩也可以。然后他是会获得一个点数啦，那点数才能买卡片。不然我们下次玩这个好了，就是可以。简单来讲就是类似说，你今天玩比如说安妮是玩一个捕食的角色，你可以去网络上找说哪个卡片的支线可以点得到那个捕食的卡，有些点下去类似那个斗争的那叫什么？那什么祭品？那叫什么？战利品？也不是那叫什么？然后什么东西？暂令通行证，对，通行证就类似通行证，然后他用你的补包了，我没事。他就是一开始会有就是四个让你选，然后你选了 A 的话，可能 A 里面会有 skin 啊，然后皮肤啊、动作啊，然后卡片补血的卡片这样子，要挑，懂吗？就他每一个点进去的时候，他送的东西是固定的。所以你可以去查说你要的卡片是在哪里，然后去往那边点。好，讲完了。好，开始来玩。要买要快，东特快结束。1月6号。对啊。你要四个人吗？那他可以四个，可以三个啊。我你问看，可我觉得我姐也想玩这款的，还是我们先大家玩一次啊？要那个就早点买，因为下次特卖就是春节特卖。好，那先买起来再说嘛。好，好吧。哦，我最后一关了，12点。你最后一关了？对啊，要睡了。你是说要打到过，还是就最后一场？你有这个最后一场。你说最后一关呢、欸？那就最后一关啊，那把你打死就结束了啊！早说嘛。不行。哇，好凶哦！这是他今年第一次凶我哎、欸。我、哦、真的哎、欸。对，刚刚你也是啊。今年才过第二天，第一天，等一下，能不能下面射上不来？哎，啊，是这一关哦，嗯，所以才说最后一关。啊、我们绕回来了，你有发现？我们又绕一圈回来了。嗯，对，也不是绕一圈回来，这边好像送油桶吧？嗯，一样送油桶。走吧，在这里，我还拿。狙击枪，我打完了这场进阶。你是一个人跟电脑打吗？不好意思，电脑比我们都强耶。对啊，我也可以一个人跟进阶电脑打、啊。只是我不想要啊，多人游戏干嘛要单机？
看我们互相残杀不好玩吗？哎、欸，干，没事，然后来送油桶喽，安妮会吧？我加油。还有补刀哎 ！Take 哦 ，Charger。头马桶谢喽，不客气哦。啊，不是那个是。虽然我不知道我做什么了，但不客气哦。看你害我们身上喷了香水。那好像不是我害的、哦。你击杀了 Boomer。哎、欸，是我杀的、哦。你。啊、那就不好意思啊，那就是我喽。没有啊，怎么会怪你呢？走吧。要去哪啊？走啊，那就拿那个啊。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哎、欸，教练会跟着我。番茄的屁股正在偷懒。嗯？汤丁，汤丁，你去哪？我手上拿油桶，救我，救我！不是，哎哎哎，你先不要你先不要自己放。啊，会增加难度，对不对？会，你每放一个就增加一波。哦。你会提对。我想想，现在想想这个设定。我也是刚鹅龙跟我说，我才想起来的啊。啊！我自己砍断嘞、欸！我好强，我好强，我好厉害，我好厉害，我好棒，我好棒，我跑，我跑。我觉得最靠近这边最安全的了，除了 tank 以外了。你讲屁话哦、喔！有人帮忙射，我帮不射耶，好棒哦、喔！嗯，你干嘛跑到我面前？我只是想要拿前面这个油桶。哦，有没有推一下？有没有推一下？教练推一下。我的油桶。粉丝找你的声音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奶下，奶下，奶下，哎，我怎么觉得有人会射掉啊？好恐怖哦！哎、欸，好像不要了，我们再多放几个。谁落单？谁落单？谁落单？好，拜报仇，走吧。哎、欸，去哪里？进来呀、啊！你们怎么跑掉？因为后外面有 tank， 所以我们就被吸引了。好，都不要救了，不要救，不要救，走开，不要救，不要救，不要救。I kill， 有没有？他就这样子染香水了，而且他死了，哭啊！棒。我好难过，不要难过，走开啦！你去找屁股啦！我怎么帮你治愈啊？奇怪，治愈啊 ，F 或 D 吧？哦，不用了，我不用了，教练补我了。对，他也帮你靠，我怕我靠。哎、欸欸，小心小心哦，这边要开枪哦！我拿走，我拿走。我自己开枪，说这边不要开枪，我也是。我是很白痴的我，看臭胖胖，啊、屁的、哦、应该是没救了，没人，我死透了。哎、欸、剩你们两个了，没有，剩他了。安妮可以的，不是，是教练哦，教练还不救安妮，他救了你几次？
那你可以射射帮他射，帮他射，帮他射，不然他会死。还是已经放弃了？你关麦了是不是？我按慢慢进。估计等下白痴哦、喔。这个好像是刚刚恐龙们的那一只吗？嗯，不是啊。哎、欸，应该是吧。听到。哎、欸，好了好了，先到这了，先到这了。番茄生气了，不玩。安妮安静了。是的，还有四五分钟嘛。啊，你刚刚说最后一场的人是谁？就点饭嘛。这人傲娇。Don't listen to her. You've got 5 minutes to get this done, Alice. It is. 哎，你离开游戏，他生气了。你才知道。嗯，看来今天最后一局了。哎，你。他炸了，炸了。应该又炸了。应该是哦，应该是哦。No. 哎，抱歉，我掉线了。没事，我还想打他。那就今天到这里吧。没事，我们下次可以再从这边开始吗？不，啊，如果无界嘞，我们从第一关开始啊。啊，好了。对啊，正式享受一下。对啊。等。看谁先死好不好？好像会是我先的、欸。教练救我！教练 ，Round Two！ 啊，不要！Reloading！ 白痴如雪。哎、啊，我在装。不玩了。哎，唬我吧，教练。哎、欸，你们也没有了。刷起投票。赞同。哎、欸，不会，谢谢谢谢，把我补满啊，砍死你们。哦，我去看看有什么指令可以载。啊，我去观台。嗯。好了，感谢大家今天 DB 不不。L4D 后面啊，因为想说我们也想说看 L4D2 很便宜，超便宜，打到骨折这种，然后就是想说买来玩，对，然后想就想说安妮也说他有兴趣，就今天拿来开啊。无界本来是也有的啦，只是他去参加聚会还是什么赶不上。对对对啊，刚刚也说了嘛，在推那个打僵尸游戏啊之类的，就后面可能不知道玩什么游戏或什么的，就都开这个来玩吧。哎哎，我不是不会跑，我只是真的地图忘记了，好不好？给点耐心，我不是忘记还怎样？哎，开内战那是不可能啦。开内战是只跟你们开好不好？开内战打你们打心结的，现在兔窝就很爱玩这个啊，打到已经没朋友，没要跟他们玩了。确定离开，其实就这款也玩了九十几小时吧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这款啦啦啦啦啦96小时，难怪。你没朋友，只有你明明就有在兔窝，你不在吗？兔窝就很多人喜欢玩这个啊，你可以玩啊，是你不要而已，不是没朋友，是你要不要找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来炫耀一下下。啊，不对不对，这个，你看我生日的时候抓到的。那时候是月雪啊，他在那个他在 DC po 了他设为的影片。我想说，我那时候在那个看别人的影片，边看边生，
想说啊，我会不会又错过了？然后点开他的影片。我是害怕说我看影片的时候没有注意听到瑟薇的声音，我点开他的影片，然后就点开伸出瑟薇的声音是，哦，是这样子哦，然后关掉的时候，哎，出来了。然后想说，哦，我想说，哎，我是点开，我是点到月雪的影片了吗？然后再切回食物区啊，是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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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这是另外一个，看我剩一颗蛋，你看到？我就刚好剩一颗蛋，这是同一批蛋，这是同一批的那个，蛋蛋力二的同一批。然后我就又在看，没有，我想要生两颗啊，就是一个一个岩兔儿嘛，一个是闪焰王牌。又第三个，嗯，那想说，嗯，那就第二阶段咯，你也生到两只哦，哇，你也是狠狠呢，恭喜恭喜。色兔兔，对啊，啊也辛苦啊你。其实是怕他打一打打的过程中不知道要干嘛，然后一直死还是怎样的。因为其实 L4D 之前也劝退了一些人，他们说太难打了，而且有时候太久了很无聊。之前我是有听到这个人有人这样讲啦。他会笑得很开心啊，尤其打队友。对，所以最后面就是我，所以第三场的就是前，我们最后这一局我才会开那个啊，那个进阶，对的进阶。如果打那个专家的话，应该会更好笑吧？专家的话全程都要用蹲的哎、欸。来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咪得咪得。江苏的绿叶呀呀呀呀，白色的竹篱笆，好想告诉我的他，这里像幅画。虽然他被你们打死，我戴秃秃头盔。过年秃秃发挥，没有，肯定不是的。看有大有小哎、欸，刚好小的是小只，母的是小只的。睡着了，好了，直接关了。好啦，就先这样啊，感谢大家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你生了三只，你是没看我 FB， 我昨天哎、欸，我跨年前就生了一只出来了。我跨年的那个应该说30号的晚上，早上生不到嘛，晚上生出一只，然后31号再打那个打挥手挥子，所以没有再生，有生啊，但生不到。那今天下午又生了几哎、欸、五香蛋，然后出了两只。哎，好啦，说拜拜晚，说晚安，说晚安。我去看有谁开台，来说晚安吧。我等一下就过去别人那边去。我其实有想玩 POE 啦，只是一直还没有玩而已。嗯，在唱歌哎、欸。我的爱哟，你可努妈妈自己苦都我们得的，不哭啦，努阿西的。是清唱。嗯。哎、欸，赛琳怎么还在睡呀、啊？啊，好，我们带去这个好了。这个没有。他也是兔兔，然后但很色哦。大师，大大师师，做白话。如果要找大师，可能找不到。嗯，算了。等一下哦，看看哦。
好像没什么。嗯，好啦，我看一下。嗯，何论晚安，小妞晚安，望月晚安，蒂恩晚安，次次晚安。Coco 啊，哎，晚安在吗？顾月晚安，东粉晚安，番茄晚安，花音晚安，雪莉晚安，喵喵晚安，明晚安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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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直接关好了啦，直接关了好不好？安安屁呀，晚安的啦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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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